大家好，当初本来是要求陈天桥在国家剧院跟高宝仪或者还有其他的戏一起在国家剧院演出。那时候我跟郑主委嘛，前主委就想说，如果这样这不好，我希望能够在广场演出。那理由是什么？因为人间财经一的场景是李小芳公司，那我希望把它当成新鲜礼到年底下平安。台湾有个仪式，他在年底的时候，农村不管收成好不好，但人活着就有一个在谢天安，贾平安就是所有人都在集合在这边。那、啊、我希望用他们形式在这个地方表，在地方演出这样。后来政府我就同意了，所以我们就接受这个东西，就在这边搭台演出。那欢迎大家那一天一起来这样子，好。然后不管怎样，下午就请带小朋友来。好，让他们看看什么叫做布袋戏，高大三台布袋三台布袋戏同时在那演，这么尬戏的那种感觉，那个完全是用记忆服的。哦，你要声音怎么绕道，你要用什么剧情，这边还在演歌仔戏，我看你们怎么这样子。对，对啊，还有圣啊，对，这个地方还有两个圣诞老公公会在这边，陪伴小朋友跟朋友照相给他们。圣诞老公公就一个在这边，啊，另外一个是刘长浩。size 一模一样，这个肚子都不必装哈、哦，就这样。就是我们去希望这能够满足全家，满足小孩子，满足所有想回忆台湾古早味的一些朋友。就是也有提，包括给小孩子和这个刚刚提到毛毛虫的游行啊，众将官的游行，就是把自由广场这个地方把它弄成像以前的庙埕，我们就把它弄成像庙埕那样，就是一个谢平安大拜拜。之后从2点半直到7点半正式演出之前，绝无人场。这边绝对是锣鼓喧天哈、哦，拜了大家到老年，好，这是我刚刚讲的，真的最寒冷的季节，一个最温暖的相聚，然后大家都有共同的最悠远的一个回忆和记忆，这样。我想这一场也是我们这一组人最后一次的演出了，这两场今年，没，以后大概李永峰也挂了，就是说在表演生涯上，人间一他也不下去了。哦，要翻滚，要打斗跟小林，那是不太可能。所以我们最后一场他，因为他每次下场都要吸那个氧气罐，我们会给他一瓶那个瓦斯罐，让他吸了就结束了。因为演得太烂了，啊、哦，我当然不能批评他了，可是他比我还烂。啊、哦，其实在创了很多的奇迹，都很要来看。对啊，而且李永峰每一场一定会出一点小错，有人落掉哪一段词。如果以前看过的人可以来猜看游戏，哑巴啊，今天他落掉哪个地方这样子，然后再专家冲出奖，对不对？对。所以那个是因为我跟小林19岁就认识，就是我19岁认识他。好了，不必再回忆了。没有人想要知道你。然后还让他你。对。那因为我们这个谢霆安完了之后，所以那天我们很多朋友来。哦，就是台上的李云们哦，就一个像小野，一直我们正式邀请小野老师也上，因为舞者说他不会演戏，那但是他还是要演。演李云就可以吧？啊，演李云啊，就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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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们也邀请我们很多朋友过来，那反正台上大家在一起。